力钢赛男子80公斤级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。红方是中国勇士死神方便，蓝方是日本的高木健太。高木健太在第二局比赛一开开局发狠了，发狠了，发狠了。因为我不跟你斗了，你再这样斗我就不行了，火了，对，火了。啊！就在第一局比赛里面，这个方便曾经一个高鞭腿打到对方的肋骨，你看。从我们这个评论席看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，他这个左侧的肋骨这个有这种死的印子，腿还是比较重的。然后因为他是调整的重，把重心调整好，然后发力发得很实在，这样发上去的。他不是说在慌乱当中，在这个两个人什么当中打，他是调整好，然后就直接打。我们这个场裁判是让这个方便到中心角休息，因为这个。这个流血不止，流血不止，对，因为这样会影响到这个比赛。嗯、但是目前那个谁，这个高山健太刚上来有几个重拳，还是跟这个方面造成一定威胁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方面也应该再接再厉，然后包括也不能这个大掉以轻心。哦，你看，又是两个重击。哦，这时候，方便的后手的直拳就发生威力了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高木健太的这种。韧性，就日本这个国际选手这种韧性还是有的，还是有的。对，只要让我站起来，我要在脸上还给你进行搏杀。方便的拳比较准，他哎呦，哇，这后手就直拳是吧？今天这个高木健太。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坚强、这个，对，非常坚强的站在脸上、嗯，因为双方的实力对比现在已经显现出来，这个死神方面将赢得他第二十一场比赛胜利，但是高木现在不会让你轻易的战胜我，战胜我，对，不会说轻易的说放弃，因为这也是这个一直是我们所崇尚的这种精神。我们就在观众朋友们来欣赏这中日对抗赛的时候，武林风、栏目组将在4月28日远赴德国的汉堡。举办中德对抗赛，那个节目我们将在5月份分3期播出，而死神方面也将随我们武林风栏目组到德国参加中德对抗赛。现在这个高木健太不敢出动作了，不敢出动作，双方的实力差。现在这个方面将用重拳要 KO 对手，他在找机会想 KO 对手。他在找机会，方面在找机会，死神方面在找机会。我觉得这个选手这个对头部的防守好像对手老是拿得很低，因为这就是他这个项目的这种特性，然后这个咱们说的这个 MMA 的特性。比赛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哦，方面很多的观众在说要KO 对手 KO 对手，但是我们看到死神方面不是那么急于抽绳啊，他很会控制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日本的高木健太，尽管现在出一种劣势，但他在场上所给我们展示出来日本国际这种顽强乒乓这种斗志、斗志和精神、韧性、这种毅力，让我们确实看到这个。况且他还是很积极的，对，对，没有那种消极的这种状态。因为这个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精神。是、啊。其实这场比赛来说，包括很多比赛，我们